有请蓝方，代表上海新武创新，郝继龙。 有请红方，红方是到目前为止今年的昆仑决颜值和战绩最红的红星，也是第一个由昆仑决的创始人江华先生起名的拳手，神龙摆尾周家龙。 昆仑决男子61公斤级世界冠军金腰带 B 组的第二场四人赛的比赛，蓝方选手郝继龙今年24岁，身高170公分，代表上海新武创新出战。他的对手周家龙今年22岁，身高178公分，代表青岛奥赛搏击出战。本场比赛，蓝方选手今年24岁，身高1米70，职业战绩10战拿下9胜，拿到过北京市散打锦标赛的冠军。 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60公斤级的第5名，欢迎一下代表上海新武创新出战蓝方选手郝继龙。红方22岁，身高1米78，职业战绩23战23胜，是昆仑决2019年职业联赛63公斤级的冠军成员。我们欢迎一下代表青岛奥赛搏击出战神龙摆尾周家龙。 请场上裁判时针。Hello。这是自由搏击比赛，有服装、头巾、有头巾、有冷帽、有帽衫。好，队伍领，新手吧。一百三万，二十万，三十万，计时，给力，放。好，这是我们 B 组4人赛的第2场的比赛。 周家龙还是有身高上的优势啊。对，因为他身高，他们两个人相当有8公分的这个身高差。嗯，对。两条龙啊，蓝方有周继龙，郝家龙，郝继龙。看这两条龙啊，谁能是，斗过谁？ 周家龙啊，也是在咱们昆仑决是属于一种前。顶膝，顶膝，啊，是击中的，但是击倒的。是有个顶膝，应该是有顶到下巴。对，但是伤害应该不会太大，影响不大。哦呦，周家龙抓住了机会啊！哦，这个转身摆拳。郝继龙不要站得这么定啊。对，因为自己本身距离短，你要再站这么定。
周嘉龙这个距离很长，他很容易进来。对，不然就是一个靶子呀。哇，这个转身摆拳。移动开，移动开。对，多少动一点。对对。这时候不然的话，哎呦，又一个。要注意周嘉龙这个很突然的动作，不管是顶膝也好，还是其他动作。哎呦，这个周嘉龙要还他这个转身摆拳。对，要非常注意力集中。抓后手，抓后手，抓后手，抓到后手。郝金龙不要等。哎，不错。后手再抢，再动腿。好，一个后手拳。哎呦，这个已经被对手防住了几次了啊！要慎用这个动作。对，如果再用这个动作，因为这个转身摆拳边拳啊，它都本来是个冷门动作，常用的话不太好。是，郝金龙的蓝方拳手郝金龙这个力量感还是不错啊。嗯，其实就是再灵活一点，不要等可能会更好。对，因为力量是有的，所以你要把它移动开啊，然后把这些拳腿组合给打出来，是不是快进快出？其实也是他的优势。周嘉龙呢本身就很灵活，而且这种突然动作很多。对，哎呦，一个击腹有效啊，命中率很高。命中了啊。因为看了周嘉龙几次比赛，给我的印象就是他的命中率有效果的会动作会很多，是，就是目的性很强。对，啊，一个飞机，哎，全打断，这几个连续动作打得很好啊，可惜这个后腿很冷。郝金龙就是节奏上如果再能跟上，效果会更好。对，啊，非常精彩，非常精彩。比赛继续。哦，比赛进入第二回合了啊！两个人都有机会啊！哎，又是顶膝。郝金龙不要站在原地打呀！哎，换拳。换拳，这一拳打得很重。哎，又是顶膝。周嘉龙还是以往的精准啊。是。周嘉龙这个选手，他所有的动作目的性很强。是，这个是很多选手需要的。对，哎，这几个现在你看我们那个郝金龙啊，然后他现在的这个反击动作现在已经开始频率加多了。哎呦，刚说完，但是你不能太被动啊。哇，又个后手拳。郝金龙脚底下的这个节奏有点不太能跟得上。其实他力量技术拳上的都很好。对，因为刚才咱们也看到他抓了几个反击啊，那动作很干净利索。对，就是步伐节奏上稍微不太能跟得上。对，你要多调整调整。周嘉龙很稳啊，近一年多的比赛啊，很成熟了，打得很稳。对，其实在这比赛上面啊，有很多的新手啊，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积累这个经验。周嘉龙一直在找机会。机会要迅速的啊抓住。再进攻。再继续。再继续。做你的动作呀，好打。又哎呦，结合的非常好。这结合的很好，看。对。吸击腹，然后又跟着变化很多。对，你看他上下结合很好啊。所以说周嘉龙啊，现在更成熟了。哎呦，转身后蹬，转身后蹬，
啊，又还我了一个，这个好像蹬到蹬的有点低了。对，我们现场能听到这个踢到护具的声音。啊，这个转身后蹬太明显了啊，有点犹豫了。啊，又来了一个，执意进攻啊！哎呦，这才危险，你看。你老做这个动作，其实很容易被别人给打，因为这冷门动作，动作以往都比较大，这个手几乎都是掉下来的。哎，漂亮，不急。周嘉龙现在是真的稳啊，这个比赛经验、节奏把控得很好。对。郝俊龙如果不突破的话，这个节奏上掌控不了的话，不好打。是。哎、哦，击鼓，还有孙权，哎，不要转身。不要转身，千万不要，这要注意啊！一定要听场上裁判的。对，还好对手讲点武德啊，要是不讲武德的话，这很危险的。打上了也没有办法。是的，规则允许的。对，好，第二局结束。郝吉龙要打进去，哎，不要打完就出来了，你看。对，你要连续要进攻，抓着机会要持续进攻。对，就是进退这个节奏啊要有。对。哎呀，周嘉龙真棒。哎呦，这个是有效。这个击中了啊，真的是。刚才在前十秒左右那有一个勾击斧，那个可能就有效。周嘉龙啊，现在是越来越稳，确实是。对。很棒的一个年轻选手，是的。哎呦，很好一个侧踹。郝俊龙不要站在原地，你看。不要站在原地，不要等了，可能因为前面可能在试探你，后边可能又有机会了。又是顶膝，有。顶膝有。哎呦，很重啊！哎，高扫，后手。郝俊龙这个抗击打也确实强啊。是的。哎呦。很重，漂亮！哇，这一吸啊，正好在向下的防护的时候，是一个吸气上来。周嘉龙现在是真的稳，很稳。啊，恭喜周嘉龙晋级 B 组的决赛。选手在第三回合1分02秒 KO 获胜。恭喜嘉龙顺利的杀进了最终的决赛。